平川说电竞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刚刚打完的比赛啊，来自于韩国的一场比赛，油墨大战福克斯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 CH 隐秘之丘，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兽族啊， ID 福克斯，人称佛爷，是韩国的第二大兽族。福克斯的 APM 呢非常的高，又被称为是抽筋兽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啊，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红色的暗夜精灵， ID MOON， 摸那个传奇的暗夜选手。摸的话好像生了两个还是三个孩子啊，做爸爸已经很久了，然后打比赛呢一直坚持到现在啊，确实非常的令人敬佩。前几天打 TBL 的比赛，摸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啊，在八进四的过程中被福克斯打入败者组，然后摸摸直接一穿四啊，打到了决赛，从败者组杀了回来。最后虽然2-4不敌120啊，但是他的发挥还是非常的不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英雄选择。摸摸的话选择的是一个 KOG 老路的一个选择，本场对抗原用的还是 1.36 版本啊，最新的一个版本。好，福克斯这边选择的是剑圣，剑圣配大技，还是很强的啊，这套战术打了很久很久，拼的就是细节。好，前期的话这边小苦工稍微干扰一下啊，但是武装大雅 KOG 攻速手套。我们看一下剑圣练这个433打一个什么装备，剑圣 ID 达射，哇，剑圣运气不错啊，打了一个+4的攻击之爪，1.36 版本只有+4，这里显示+5是因为地图的原因啊，欧服地图的原因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打了一个+4的攻击之爪， KOG 把这边侦查的小古弓给干掉，然后同时自己的小精灵也去侦查。哎，这里福克斯很细，留了一个野怪不打是吧，留一个野怪啊帮我看守门户。好，剑圣呢继续练，这里买了一个头环，那 KOG 这里也是找机会练，如果 KOG 到3有个二级缠绕那就不得了了，所以现在双方的话都拼命偷偷的练级，但与此同时呢兽族也必须侦查，因为一不小心是吧，暗夜精灵可能就开矿了啊，一不小心家门口就会被人偷一个 BP， 兽族现在打暗夜精灵啊侦查要做得非常的好。好，这里 KOG 又开始过来浪了啊，哎，我虽然没有到3啊，但是我二级有一级缠绕，杀你一个小苦工还是绰绰有余。这里顶着剑圣把这个小苦工干掉，好，福克斯非常细啊，直接把小苦工给补了，不给你经验值。这边小树人呵，又搁里偷偷摸的练一个小点，剑圣还在追杀这个 KOG， 两个人都没有 TP 啊。这边的话哈，没有用加速去追，如果用加速去追，有可能让 KOG 啊交了个 TP。来来来，继续来，两个人转角遇见啊，还是相遇了啊，那怎么办 ？KOG 现在啊去泡个温泉。好，缠绕一下赶紧跑，缠绕完之后剑圣还想追吗？但是 KOG 马上到家了啊，应该是追不到， KOG 这里买个单船。好，有单船后面发挥的空间就大了啊，这里是练了一个野怪， KOG 现在是 2.4 级。好，这里兽族的话一直在侦查，就怕木木在这里偷偷的造 BP， 确实被木木造怕了，福克斯那纪律性也很强，时不时去侦查一下。这个商店造在外面那也是为了防造 PP 啊，因为这边可能会造 BP， 但是你刚侦查完，哇，木还是来了啊，这个野怪晚上他不管的，白天再说，晚上反正我看不见。然后木的话把对方的一个小海龟给练完，这个 KOG 就想到三啊，三级之后有二级缠绕，后面杀大级也会非常的方便，当然你升二级的小树人也可以啊，疯狂可以骚扰对方家。好，大级一看 KOG 现在有缠绕了，不太敢出门钻到里面去。这里剑圣反练对方一组小海龟，打了一个指环，这个 BP 马上造出来，哇，木木的话真的是防不胜防啊，一不小心又把这个 BP 造出来了。另外一边的话哈，这里念念不忘还有小怪可以处理一下，处理完之后 KOG 应该可以到三，三级之后就不一样了啊。这里哎，完了，木木的话拉小精灵被剑圣给看见了，那懂了呀，你既然拉小精灵出去肯定是要搞我，所以他应该预判到旁边是吧，应该有 BP 了，所以他赶紧造一个战争模仿。哇，顶尖职业选手的对抗啊，真的是斗智斗勇。
这一波莫文的拉小精灵被发现，这里还要抢冲吗？试一下。小精灵没有拉了，那这里 BP 的话应该是试探性的进攻一下。如果小精灵拉过来，很可能啊一个 BP 可以把兽族给击垮。那这一波的话，鲍格斯发现了啊，已经做好了应对，所以暂时的话 BP 应该赚不到非常多的便宜。里面重新补个商店，灵魂小屋兽然安排一波，这里就看木偶能赚多少便宜了啊！上来拆一波地洞，啊，真的是二级的小树人，过来拆一下地洞。这个 BP， 嚯、哦，这个 BP 有梦想啊，他要爬到里面去砸对方的小苦工，说砸一些建筑我都觉得啊没什么梦想。啊，上来的话看看这里用 BP 拖时间，消耗一下对方的一个状态，哎，大技哇，干掉一个大技，这个地洞好像也要搞掉，这一波木偶还是有赚，还是赚了不少。又一个大技要倒下，杀了两个大技。啊，女猎手残血的，赶紧撤，赶紧撤。BP 的话到此为止。哎，炼金啊，小心！炼金还想去给对方上点药膏吗？给他来一个，但是对方没有贴药膏，那没办法打断。好，这一波莫杀了对方两个大技，一个地洞，完美撤退。我们遭到了攻击。这边残血的单位，找机会的话去温泉泡一泡。现在兽族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小歪没有练到级啊，后面打对方的女猎手小歪必须要到三，有二级石棒才能打，否则非常难打。哎，但是木木这一局并不是双兵营爆女猎，哇，木木的战术是真的多变。你以为我要出女猎手的时候，哎，我突然转小鹿来打。好的，看一下这里，哎呀，天亮了，天亮了，这温泉泡不了了，过来赶紧练一波，把这个地精实验室给练掉。木木的小鹿操作是非常给力的啊，他的小鹿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灵动，别人的小鹿可能感觉就非常脆，输出也不高，但是木木的小鹿打的就是相当的灵动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一集小鹿接下来发挥如何。这里炼金，金光一闪升到了二级，然后 KOG 的话回家喝喝井水啊，家里现在四口月人井再补一口，哎，五口月人井。福克斯的话，看看分矿练完有没有机会开个矿。这一波的话，人口48、37，要这边福克斯的人口落后比较的多啊。好，看见对方有小鹿了，这里福克斯、撒腿就跑，贴个加速跑。确实，要小鹿要把你的兵给粘住的话，一粘一个啊，很难受。这里 KOG 继续用小树人练级，看炼金啥时候能到三？三级之后是吧？有条件的话，哎，这里他没有去生奶啊，这里全部系生输出。剑生啊，继续去外面侦查一波。完了完了，这一波小歪没有机会练级，没有机会练级。木偶的话开始霸占全图了，看看这个七级的黑胖子能不能搞一搞。剑生呢，继续做好侦查。听我号令。好，战争古树爬过来，顺便把这个点给练了。这里看看剑圣能不能赶过来，哎，剑圣抓到了，这里剑圣抓到了要小心，有疾风步啊，有机会抢这个七级的黑胖子。现在53大战44，木偶的话依然是人口领先将近10人口。好，练这个点被抓，这里木偶的话还得往后撤一下。最紧要的是这些野怪啊，什么星火嗜血全部加上，太硬了，不太好练。战争古树转一下仇恨值，哎，这个七级黑胖子勾引过来了，别回去，别回去，别，哎，怎么回去了？哎呀，这没有回去可以把它给练完，可惜他回去了。好，这里把对方的蛇棒给练完，蛇棒还是要处理一下，否则后面这个输出打得非常的不错。哎，再一次把这个七级黑棒子给勾出来，好，木木这里要把这个七级黑棒子给勾出来，这个七级黑棒子啊老是被人拐卖，哎。好，剑圣来了，撒一下粉，看能不能缠绕一下剑圣。好，缠绕住剑圣，赶紧输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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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注意到装备是被剑圣给抢掉了。哎呀，剑圣抢掉装备，那 KOG 很危险，交 TP。哇，这一波摸血亏啊，装备被抢，英雄差点被杀，交了个 TP。好，这里要赶紧把这个战争古树给干掉，这可是传说中的门神啊！干掉战争古树，那 Focus 的剑圣成功到达三级了。三级，这里炼金，哎，想去追杀一下对方，可惜回来的有点慢了啊，对方的话已经撒腿就跑了。59大战44，另外一边喝霍格斯的话开个矿，这个矿要是开出来就舒服啊，双矿打你单矿。那木偶的话还是要把这个中间这个位置清理完，后面有条件过来开个矿。好，炼金马上到三，
33的一个等级 ，KOG 马上到4了。现在人口的话，陌陌占据很大的一个优势，但是福克斯马上要双管运营了，分管这边造一个水泥塔，很硬很结实。小鹿的话，攻城能力非常的差啊。这一波，哎，福克斯局面把持住了啊。虽然开局不利，是吧？小歪没什么等级，但是剑圣抢了个不错的装备啊，很 nice。这一波怎么打？陌陌的话，直接想去抄对方的家吗？但对方现在 focus 不着急啊，我就喜欢你怼在我家门口，等我分矿开出来。好，陌陌的话终究还是侦查到了。好的，原来啊，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啊，背后搞事，偷了个矿。那赶紧要去拆这个矿了。哇，这个矿马上造好了，现在造好了80%。陌陌的话过来强拆，哎，这一波能拆掉吗？这一波要是能拆掉的话 ，focus 巨亏啊，投入了那么多资源，等了那么久。好，这里哎。狼骑过来抄一下后排，小鹿在，狼骑不带敢上前。好，莫继续拆，差一丢丢了，99%了，快快，马上好，马上好！哎呦，这建造工程的基地太脆了啊！完了完了，三下五除二，这个矿没有开出来。啊，剑圣一夫当关，上前冲砍对方的小鹿，小鹿还比较脆，剑圣无敌一顶，这里狼骑倒下 ，KOG 升到了4级，哇，这一波福克斯有点莽啊！福克斯表示我很生气，我的矿竟然被你给拆了。哇，狼骑一个一个倒下，喂，这一波福克斯上头了，上头了。打完这一波的话，看看福克斯的狼骑几乎死完了。好，采取了你的手拉开来，这里小歪要被干掉哦。那这一波福克斯几乎就要 GG 了啊，50大战30人口。我的话一看，呵，你还想开这个矿啊？当我不存在是吧？好，过来继续点一下这个基地。哎，不要走不要走，点这个基地，这里是吧，不要骗自己，你这个矿造在这里肯定没机会。好，我的话这边残血的单位拉过去泡泡温泉。 Focus 这一波腿了呀，矿没有开出来，狼骑阵亡一大堆，二英雄也阵亡了。那接下来怎么玩呢？接下来的话 Focus 有没有梦想再开个矿？剑圣小心，不要把自己的英雄给练死了。另外一边的话，摸好也在练个温泉，这边又打了一个，哇，温户外抗魔。现在整体部队47人口啊，也好，压到50人口以内，双四的一个等级啊。KOG 的话，好的 ，KOG 的话有单船，单船回家，单船回家买个保存吧，等一下有保存的话回家也方便。剑圣练完这一波终于是到4级了。好，小树人还是不放心，过来侦查一下。哎，没有开矿啊，你不开矿就好。然后摸想开矿了，哎，中间这个点把矿开出来就舒服了啊。好， KOG 率先练这个商店，炼金4 KOG 4双4的一个等级，练起来还是比较的舒服啊。剑圣好，福克斯小歪终于复活成功，这里把小树人给干掉。这边木偶的矿看能不能开出来哦，福克斯出了一个飞龙啊，这个飞龙立功了啊，发现你开矿，那这个矿应该是开不出来了。木偶现在要练级，暂时没有时间去处理一下这个矿，好，直接取消。那这边木偶取消分矿，另外一边福克斯又重新开矿了，这个小精灵看看能不能发现啊。好，红龙练完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又整了一个什么道具，福克斯抓了过来，哇，打了个索比。可以的，这个是不是个好装备？上来剑圣直接剁，但是5级 KOG 啊，5级 KOG 可不是说着玩的。小树人一招就满坨的一坨的树人啊，太猛了。哎，小精灵确认一下，哦，原来你还是要开矿，那莫懂了呀。这边剑圣分身，好，先把你的分身给处理掉。58人口，福克斯的话是50，这里造个BP。哎呀，这个 BP 的位置，哎呀，已经造到最边边了，还是被对方的塔给射爆。没办法，这根塔还是比较的猛。那接下来福克斯就归是吧？只要我把分矿给归出来，那就有得玩。小歪，看看这里啊，还是到不了3啊。哎，莫又来了，又来了啊！好，莫直接把自己把分矿造在家里去。哎呦，我造在家行吧？造好之后我再爬过来，可以。好，福克斯开始守分矿了。哎，我站好位置，站好有利的地形，这里还有一根水泥塔，你拿我没办法吧？那木偶的话怎么办？我就去在你分矿和主矿之间是吧结冰。
最起码你造好了之后，农民不能拉过来是吧？你要重新造农民可以拖一点时间。然后我现在一次四个树人去对方家里各种整活了，这里千万不要强拆啊，强冲的话有可能会被翻盘啊，尤其是这三个蛇棒提前插好，这个防守姿态做得非常不错。好，炼金直接硫酸炸弹扔扔，哎，消耗对方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小树人哇疯狂在对方家里搞事，这个 Focus 表示赔了呀，我开了一个矿好像又没有开，哇，我本来家里踩得开开心心，那现在主矿踩不了，分矿还没有开始踩，哎哎，这个矿开了怎么？好，小树人，哎，小树人的话这些干啥？搞定了 ，KOG 身上没有蓝了。小树人刚才是掘小苦工吗？然后又回来，好 ，KOG 直接保存回家，井水一合又单纯到前线，哇！别担心我没有蓝是吧？一会儿没蓝，有 CD 蓝又可以保存回家。好，小树人又来了啊！这弗格斯的主矿表示腿了，分矿要重新造农民，主矿农民暂时拉不过来。QG 五级了，身上空了一个群补。准备干活。哎，这里化学狂暴一开好，又开始去溜个硫酸炸弹，哎呦，就慢慢消耗你的部队。QG 啊，时不时再去对方的一个分主矿搞一波。三级、二级缠绕一下，小树人补个伤害，狼骑倒下。哇，这终极折磨呀！又来了 ，KOG 又来了。呵，你敢缠绕我？你敢搞我是吧？好，缠绕你一下。四个小树人又是一顿输出。好，这里开始出这个投石车了啊！出投石车打小鹿啊，有想法。但是呢，这个操作要求有点高。哇，又是一坨的小树人，这么多小树人，福克斯表示腿累呀。这一场真的是终极折磨，反正两个英雄啊，把你主矿和分矿搞得都很难受。啊，小树人开始追杀这个投石车了，小苦工不敢钻出来，小树人太猛太猛了，怎么办 ？KOG 我又来了啊，招完四个树人，哎，好像没有蓝了是吧？我们看一下，单纯 CD 差一丢丢，单纯 CD 一好啊 ，KOG 又可以回家喝井水。啊，这里小树人过来，呵，这个投石车完美围杀。啊，中间在等你，兵敢过来防守吗？不敢过来是吧？好的，我又保存回家，我又井水一合，我又单纯到前线，我又开始可以搞了。我 KOG 几乎是无限蓝，这福克斯分矿开了个寂寞啊，分矿开出来，主矿被搞得有点惨。KOG 单纯过来，哎，我又是满血满蓝的一个状态，怎么办？这里有个眼睛哦，你健身小心，万一去采购有去无回就惨了。哎，福克斯这里好想打了吧，忍不了了，搞得我心态有点炸裂，忍不了。木偶的话分矿马上开出来，这边小鹿两攻一防，哇，这中间给你结冰啊，让你主矿分矿不能够合冰。哎，福克斯涌起来了，好想杀这个 KOG 身上有血冰和群补很难，这一波80大战57，木偶的话一不小心已经爆出80人口出来了。福克斯主矿分矿被骚扰的有点难受，资源跟不上啊，这个人口落后有点多。其实啊，他的矿第一次被拆了一波啊，福克斯就可以记了，但是他要坚持，坚持来坚持去。木偶的话玩的倒是很开心啊，主矿分矿非常搞。好，听说你回到主矿了，那你分矿就是我的了啊！分矿塔一拆，塔拆完之后就没得玩了呀。正面80大战61啊，完全的一个优势。哎，剑圣想找机会砍 KOG， 缠绕一下分身解掉这个缠绕。现在满屏的一个小鹿打不动，看看这个投石车能不能多打点伤害。木的话几乎就全小鹿啊，这里树人把对方的小苦工全部处理掉。哎哎哎，缠绕一下来了，小歪好像要带走了。好，上来先把你的这个车子给搞掉。车子出现了一点小失误，没办法啊，部队太多，操作不过来了。这边木群补一吃，炼金五级 ，KOG 现在5.6，即将到6级啊！这6级之后大招一开，表示舒服。现在剑圣开着大无敌，看看他大无敌，多输出一点。炼金无有，直接顶个无敌，然后群补一吃，小歪三级小歪想跑，炼金过来追，能追到吗？QG 要不要缠绕他一下啊？不舍得，啊、直接、刀切掉。切完之后，哇 ，QG 6级了，一到6级 ，Focus 直接GG。我们恭喜摸啊，
你再不急急问问的话要秀大招了啊。